Hello， 大家好，我是蔡梦真，好久不见。今天呢，要画的这个眼妆呢，是带着霓虹色彩耀人，却也充满神秘感的猫眼妆。首先呢，先用眼影的打底膏涂满整个眼窝，然后呢，要记得在下眼线的后面三分之一处也涂上。打底膏呢，除了让眼妆更显色持久之外，涂上打底膏也是让整个眼妆干净分明的小撇步哦。用粉底液取代打底的眼影，让眼窝上面的色彩呈现比较单纯的状态，然后让整个眼妆里面的重点眼线更为突出。冲动了几次，少了勇敢启程。今天的猫眼是呈现比较长一点的眼型，所以记得上眼线的地方要往后多延伸2到3公厘左右的长度，然后记得就是往后平拉延伸的话就可以了，然后在后面那一块三角地带，眼尾的三角地带，记得要用眼线胶笔把颜色补满哦。下眼线的画法其实就是眼头画的比较细一些，然后眼尾画的比较粗一点点，而且记得下面那个内眼睑的部分也要用眼线胶笔把它画满涂满。在眼尾后面三分之一处的三角地带，我们也要用眼线胶笔把它涂满，而且要与上眼线做一个连结。心无法衡量啊，选择淡忘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使用眼影，在我们刚刚画的眼线上面做一个小范围的晕染。记得晕染的范围真的不要太宽，然后只要在眼尾上下眼尾后面的三分之一处画宽一点点，做一点点的延伸就可以了。然后今天使用的眼影是带有一点酒红色的深咖啡色眼影，它可以增添整个眼妆的深邃感。偷偷告诉大家啊，其实眼影的运用呢，也是可以补足整个眼线画的不平整的一个好方法哦。接下来呢，我们要使用这个眼影盘里面带着有一点亮片光泽感的眼影打亮我们的眼头。那记得呢，在中间的地方呢，要跟刚刚晕染的深色眼影做一个融合，而且眼头部位要加重一点，这样可以让你的眼睛更为的明亮放大哦。沿着下眼线的弧度轻轻地往上延伸描绘，就可以轻松地画出我们上扬眼线的位置。消磨了些甜蜜
刷轻轻的带过，可以让我们的眼线看起来更为的平整笔直。接下来我们使用这个霓虹色的眼影叠在上眼线和刚刚画的上扬眼线交界处的一个三角地带，然后慢慢顺着我们上扬眼线往后描绘延伸。心无法衡量了。接下来呢，我们使用眼线液描绘眼头七字形的部位。可以杯咖啡的体温。新的妆容影片配上这次非关爱情专辑里面的歌曲《滞留症》，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蔡梦真。你懂一首歌的体温，回味着美好的，心长茧了也回不去了吧，眷恋着曾有的我们。